下来请收看《菩提系列》。这众生拢啊无法度来离苦，无法度来离开着六道轮回咧。原来就是欠一份爱。佛陀伊来在人世间，伊嘛是为着一代因缘书，伊来这个娑婆世界，伊会知在他方国土来成佛啊，是安怎要来一这堪忍五浊恶世？有个人心刚强的这个三方世界呢，佛祖伊的圣号就是仁人呐、啊。伊要将这个咱本人人所具有的这个爱，要甲伊演化，要甲这句的这个的这个温暖的这个爱心，要让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众生拢得到。所以佛祖伊无私啊，你甲看，伊一世人，伊原本就有法度伫皇宫内底来享受着人世间极乐这个、生活，但是呢，佛祖敢有？无啊！伊在少年的时阵，伊就去游了这个死的这个邪门。看到生、怒、病、死，人世间这款的演化，因为这款的因缘，造就了佛祖原本具有咱人不具的这良知，去发现到，发现讲世间，你何里一般的这个人民，尤其是印度当时啊，生了到四种的这人种。的这个阶级，啊，你还上高贵的，做个皇亲国戚，但是嘛是离不了一个生老病死啊，无法度解脱啦。啊，佛祖伊就觉悟咯，放弃一切认真修行，伊嘛是实现了娶某了，才知影讲这种。短暂的快乐，没有永远的这视线。然后他去修行了，经过六年的外道的苦行，死行这毕竟没有圆满之处啊！你刚跟他底下吊，底下浸水，底下受各种刑，受各种苦行，这无法度啊！不是讲跟他辛苦受着苦，啊，就法度来消除那个罪业吗？也不一定啊，你的心灵上，如果你没有觉悟，没有升起忏悔之意，何来罪业消除呢？是不是安尼？佛祖感觉唔对，这不是修行的究竟。然后，伊就菩提树下禅坐，而来度了明灯而来得到菩提。那明灯是唔是外口的？电火啦，唔是迄个日头光啦，唔是迄个月光啦，迄是自然内心这份的清净的觉性，智慧之光，而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本性、自信的光明。结悟了啊，佛祖了，伊就开始来传法，伊一世人就是为着把所有的众生拢来离苦，拢来。得到毕竟的安乐，而来演算一切法。但是佛祖嘛讲哦，一切法
非法，一切法也是一种救咱用，敢若亲像咱过船、天河、地白啊，过都爱放掉，莫搁再执着。那是一种路，令我们来行走，令我们由在五浊恶世这种堪秽不净的地方，来升起我们到达清净彼岸这种光明大道。一个指南针，咱只要能行过，一切人我、我执、法执，什么都要放下，你才能毕竟得到毕竟的安乐。所以，咱今日个就是有这一面来得到中峰祖师的这个三十系列，也这个华语来的包含的禅静密各种的修行的精要，不是讲干啦，这为着要来这教出来众生，而不超度众生，很得到利益，干啦要跟人讲，不是这个在我们现实的修行的准则，也可以以三十系念的法本作为我们修行的，这种令我们来得到修行的捷要都在里面。一来在说供的就是静的禅的精髓啊，这个静的圆融、密的成就，那一切的法都在里面。祖师大德他们在显写这个法本的时候，因足简单呢，三两句话就好，能令我们内心那一个石头就能搬开，那个黑暗面就能够如灯而光明，和你必定得到毕竟的法要，毕竟的成就。所以说，咱今日大家有这个因缘来在这个此地，咱共同来为着咱的亲人，为着咱的远亲借助，远亲借助最要紧的哦。咱较早讲伤害，迄款的分呐，他们执着看多久了？为了要报他内心那个恨气，消他那一种怨气，他为了要报复，一直弹，一直弹，一直弹。所以说，我们很对不起人家，我们要向他们忏悔，害了他们，已经再生的时候就伤害他们一次了，现在还继续让他们的伤害，因无法度得到解脱。今天我们把他召请来，我们有至诚的心来向大家献不对，给他们献不对，我们人都做得怎么不对，你如果诚心在人家面头前说我错了，我很对不起你，很至诚的，人家当然都会原谅你啦。他们虽然说痛，受了无比的痛苦，内心升起那一份深深的恨意，但是连那种至诚的心，他会感动融化的。各位，因业如果没有清的话，个人在家庭上、事业上、工作上、各种人事上都会有障碍，修行上更会让你颠颠倒倒。这个这种事项，你也说我就是修行是怎样，怎样这样都很不顺呢？其实我跟各位讲，这你要感觉到高兴，为什么呢？你在正在宵夜当中，这宵夜当中你要更激起勇猛的心、精进的心，继续来前进。我们就是要很精进的，你越精进，你将来的成就家庭各方面都会非常的圆满的，都会非常圆满的。啊，咱今天来加三十系念，这三十系念的中峰祖师他的慈悲，为什么呢？伊在当时啊，这个办佛事，在因迄当时的风气是办较足济足济足青草的，虽然是讲啊来利益众生无唔对，但是伤了国家的财力。那中峰祖师就认为说，佛法是用咱的诚心诚意，用咱的心意表达出我们那一份内在的
潜能正面能量能够启发出来，来利益所有的众生。那一份悲心升起与阿弥陀佛一样，要令所有众生，不管五逆十恶，不管你是清净的修行者，行了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都要接你到我的极乐世界。为什么你会说啊，阿弥陀佛你这么慈悲的呢？这款人你也接接去，应该地下受苦啊，那个接对阿弥陀佛那去。阿弥陀佛就是这样，要愿众生离苦。一方面人家是菩萨实现的，说世间莫叫人莫做坏事，做坏事安怎呢？但是在他内心，人都有良知啊，阿弥陀佛就把他接上去了。他有缘，只要有缘，他就接到阿弥陀佛的净土，慢慢开导他，慢慢让他得到法的资容，让他内心的那一种没有正见的那种思想慢慢的转化。你看啊，他的冤亲债主呢，不是不救啊，将来他因果要去还啊，因果是不灭的，不再讲我来去到世界，什么业报都无去啊，无啦，唔是安尼，同款将来因缘到的时阵啊，因缘会遇时啊，所造业不亡，这是天地的治理，绝对袂使偏差，袂使讲我修什么法，我因果都无去，那安尼世间佛做东西。那都要是因为释迦主去哦，琉璃王中台雕呢，是安怎？伊都要去视线三更的偷看呢，偷看听呢？是安那个在吃马麦吃三个月呢？等等，这是我做用的誓言，讲因果不灭的事项啊，好咱世间人知影讲，咱因果报应哦，善恶都不差，令我们好好的修身养性，好好的守戒律，好好的。依着佛陀的教法而来行此利益所有众生，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多与众生结善缘，彼此之间在未来的菩提道上，大家互见互容，彼此关爱呀。那如果呢，我们有觉得对不起的，我们要好好的，你在这个人世间，你所遭受人家对你的，你要当作了因果在修行呐。千万不要造了再叫其他不尽的嗔恨的业，怨恨的业，这样子你在业新业旧业未消，再造新殃，你业力越来越沉重，解脱无期。然后要解脱，我们就要升起我们的内心的良知，因为佛陀他给我们的爱就是希望咱离苦，希望咱快乐。我们在当下，我们就要了解万事万物的实相，无所住的来成就。咱就爱安尼了解世间种种，无所，只有三个字哦，不执着。世间的代志，你若去执着，你执着了，就掉了呀。掉了就造成一种力量，这个力量就会引导你将来要生死轮回，业力就是这样形成的。所以我们要觉知啊，咱心中就是讲啊，觉知啊，一针见血的，让予咱了解咱的过错，了解咱的迷惘之处啊，让我们还本还原，得到啊觉知啊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咱今日好好。咱来为着一切众生，为着因未来快乐，就是令他们解脱，令他们得到毕竟的安乐，在弥陀愿海当中，希望他们不退转的，永远的在菩提道上继续的精进。那么如何呢？就是用咱自诚的心，在我们诗词里面有讲说。慈悲无障碍，你得升起这份慈悲的心，这位慈悲心养成的阿弥陀佛，他的大慈悲的力量，他的愿力也留在我们的身中、心中，然后化作是阿弥陀佛，将阿弥陀佛这份爱，由我们这个身口意，把它
传播出去，让所有众生感受到这份力量。我们作为中间点，这样子，那我们今天很诚心的，不为今天，不为什么什么世间，这世俗的一切的啊，像贪嗔痴的这种的恶缘、因缘，我们都不要去做，只有先去求功。没有众生离苦，没有众生得到快乐，没有众生得到解脱，这款的心，你升起这款的心就好。这款心，自然你有无量的光明、无量的力量，你就像阿弥陀佛安尼。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，他只有什么？他只有把爱洒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。只要你众生对我有信心，我马上接你来，马上。让你来我这边成就，这样现在佛度有缘人，就今天我们就带着阿弥陀佛的悲心，以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这种要令众生离苦、普门示现、善巧方便的方式，我们用这款七这款心，怎啊，让一切众生拢感受到，也感受到讲，伊来这的时阵，看着大家欢欢喜喜。大家大部分这款的心在对待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快乐了，他们的忧愁就没去了，他们也没恐惧，不会忧怒，不会慌张。来这边我觉得很温暖，佛菩萨这么多啊，这些大菩萨内心都升起这样欢迎我们的这一份的欢迎之意啊，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期待啊。期待什么？希望他们在今天来一切病苦消除，吃得饱，吃得好。小朋友呢？小朋友哦，引领哦，各位引领，咱来给关心一下。哎，引领你若无对关心哦，伊咪哭，伊无欢喜来遮讲啊，我奈拢，我都可怜个呢呀，啊，辛苦嘴毛毛啊，恁遮个拢不爱插我呢。所以咱对引领有时候跟他阿弥陀佛哦，小朋友乖啊，小朋友，你们都恢复健康了，恁该会想一下啊，观想说他们吃的牛奶哦。手拿着玩具，身上穿得很漂亮的衣服，咱就要用这款的心来对待伊，伊自然就快乐。啊，过来就是爱伊讲，你们在人世间的快乐不永远、不长久，这是短暂的，你们快乐一下子就好了，赶快要随阿弥陀佛去。咱就安尼甲讲，无意思，你讲哇，这个所在后堂好食，后堂好住，后堂好耍，囡仔佫好，大家佫对我，像我妈妈安尼对我呢。这么的爱护，这么有母爱，我感觉到有母爱。但是呢，母爱是让他暂时离开那个痛苦，被堕胎那份痛苦的感觉，让他消除掉，让他得到这个人世间他没有在人世间感觉到那种母爱，让他感觉到以后呢，我们要劝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毕竟世间快乐是刹那之间而已。不很久，因缘一变，他说不定将来，他马上又要去轮回了，多痛苦啊！所以咱都今仔日嘛是安尼对待因缘，那都用小孩子的语话关心他，他接到什么父亲的关心、母亲的爱，他们现在就最缺这个而已。我们只要把他给他这样子，他就快乐了。但是快乐，说你这样已经快乐就好了，但是这里还不快乐。最快乐的地方就在阿弥陀佛那边的无敌铁金刚，哎，像小朋友很多，你们那边更快乐了，那边牛奶更多，衣服更漂亮啊，就引导他，令他仅仅往生西方极乐意愿，安尼应该解脱啦。啊，无伊讲永远伫只做阴灵，嘛唔是办法啦，对不对？咱学大学家是无问题，但是伊生死佫较重要，哦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等一下各位关心，多关心他一下，然后呢？所有的众生，我们升起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这一份的悲心，令众生离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恭送啊，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大家都化为阿弥陀佛，在每一世的佛经里面一冲上出来，就是一朵莲花，就是一朵阿弥陀佛，令所有众生都读了阿弥陀经，让他觉得阿弥陀佛的殊胜啊，阿弥陀佛。净土的快乐的玄妙，让他们了解。好，阿弥陀佛。
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，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丰埔石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，林木葱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，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渔网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，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有的嘴里仿出食物，有的做谋谋生。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，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，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，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但是你一定要很身心清净，那你就能够接近真理，
乃至看到真相，我感受到净土，感受到佛菩萨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我想一个人学佛很有信心很认真，那是因为他感受到佛菩萨真实存在嘛，因果真实存在，所以他自然很有信心。所以我想让自己能够这么清净，但是一个人要清净也要有很大的福报，业障要消除啊，烦恼业障要消除，不然太脏永远不清净啊，所以要努力的忏悔，积功德，这些都是啊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